报啊！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要代表全省参加最强小脑比赛，要出门一周。什么？你得出去一周？听我出门，你这么开心吗？不是我那个意思啊，我为你骄傲啊！为什么这么笑我一开下天啊？哎呀，亲娘的，终于送他！他不在家这几天，我得好好放松放松。你的快递到了，谢谢啊。是不是有病？我刚才好像看了个大黑耗子跑过去了，不好意思啊，眼花了。不管了，是什么新买的口红？真漂亮，红绿颜色的。妈。